从那个高山山路去补课，升降架，然后把升降架安装。旋转到这个高速的地方，它的机油，然后补气旋转，补气旋转，然后进行气动平局，然后用钢索把它固定。然后从然后出然后就是机。先这个调节，安装在风扇上，这个调节。你挂上面的保护，保护，你放了。风扇电源，好，开关。行人显示内容，这个分时表示转速，安全表示转速。S 七来三十四的三号线，这个数据代表当前这个转子和转速下的一个最大测量范围。我们可以通过转子线来改转转这个转速，它转子，它是从零一二三四这样循环。转速的话，你用转速线有光标计算，有光标计算，通过上下键可以改变转速大小，左右键可以移动光标，可以改变转速。好，从事件上得到指出，这叫游击风暴，比较保护上，风向保护上。我们把这次放在一次转子两组合，其中就是一号转、二号转、三号转、四号转，分别相对应，到时候相对应就上面 S 七后面的 L 一、L 二、R 三、L 四。那么我们现在先指出其中的四号转。加转子转，加上转子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保护这个转速头，你要轻轻的把它提起来，然后转子拧上转子，好，拧紧，通过升降架，升降架上面的。看这个，有。是液面，最初液体的液面，和转达到转子的刻度，每个转子都有一个刻度，液面要达到这个地方，浸没到这个地方。好，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四号转子，那么我三零也用。是那个换子线，通过换子线，它 S 七后面，还有 S 四号线。那么我现在比如说，现在是四十转，四号转四十转的时候，它最大量是二十转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按测量键，现在它机器在报警，右上角的扭矩显示97%，说明我们是当前选择的测量范围太大。那么怎么办？我们可以使它的提高转速，转速当转速增高，它的测量范围会变小，变小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提高设置到这个某个转速，它还是在报警，
说明我们现在选择的范围，它的困难范围太大，实际烟雾比天小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停止更换罐子，选择一个合适的罐子，使它最后的扭矩在20到90之间。更换罐子时，最好先把嘴齿关掉。转的时候注意，把这个轻轻的放下。里面的刻度和钻石，它的刻度长，相同的管，在测量前，我们都要每次要检查一下它的水平位置是不是在中心。好，刚才使用的2号罐，那么左边旁边调到2号。现在的情况就是2号罐每分钟4罐，它的最大量型是1万，然后我们按测量计。一般测量，因为我是牛过牛，它算3到10天，这个数据就稳定了。你看，现在在20到90之间，这个数据就是合理的，这是一个正确的数据，这是基本面的。测量结束，还说一遍，那就是就停止测量。每次使用完罐子，最好把罐子清洗干净。这是不锈钢材料，当然是什么可以用。附件和内指出温度控制。温度控制的插头，接下来连接到原子的最后，单位的插头，插入，凝结。然后将温度控制的控制器放在温度计的这里。在刚安装温度控制的时候，应该关机断电。把温度计开关。在左上角，屏幕的左上角显示的就是目前液体的温度。